一球积极出棒打成了界外了。回棒落空，中间的速球进来148公里，还有这个变化球他选掉了，哇，状况不错。然后球一坏球，球数还是投手领先，拉回来打成了界外。范敏特这边则是希望可以来解决危机。内角球，林书义没有出棒，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。范敏特投出了一个关键的三振，完成了7局50分的投球。